然后中台就是脑袋一片空白吧，然后没有反应过来，就是原先想的东西什么东西都已经忘了。Okay, we will try again and we'll start from the top. So to Yiyu and Dong Ping, you have won China's fourth gold medal in mixed doubles at the Olympic Games. How do you feel?还是很高兴吧，因为这枚金牌来之不易，特别是在疫情期间，我们整个训练啊什么的都比较困难。但是相比别的国家，我们其实已经非常好了，因为我们祖国给我们很好的一个保障，就让我们比较放心的去备战这个奥运会，所以还是非常幸运的吧。Yiyu, you were able to defeat Xu Wei and Yao Chong despite the previous head-to-head at 2-13. How did you do that today? I think it's a good idea.Our silver medals. This is the second time at the end of the games that we have had an all-China mixed doubles final after London 24. To Xu Wei and Yao Chong, how was it playing against your compatriots today? And how do you feel with the silver medal?对我们来说，可能虽然多少会有些遗憾，然后我们队友发挥的也非常的出色。对于这次奥运会，我觉得我还是虽然说我们最后拿到了银牌，但是我还是要非常感谢这一次给我们参加这个奥运会付出的教练啊、保障人员啊，其实他们真的非常辛苦。然后我们能够在场上为大家呈现这么一场精彩的比赛，我觉得他们也是付出了很多，就没有他们也没有我们这个这种竞技状态体现在场上。然后最后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奥运会之旅，对我们来说多少会有一点点可惜的遗憾。And to Yuta and Arisa, you have won Japan's first mixed doubles medal at Olympics badminton. And Yuta, you are Japan's first male badminton player to win an Olympic medal. Please explain how you feel.就是还是我觉得还是展现出了我们这十几个月的训练的成果，然后竞技状态整体都不错，然后不过站到最后领导还是我们最后决赛赛场是我们四个中国队的，也是向他们展现了我们中国本装嘛，就是也是一场精彩的比赛，所以说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显示我们十几个月的训练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我不觉得相当年轻，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送给王一弟跟黄亚群的，一个是送给黄金群的。我觉得经过这么一年，就是疫情过了一年，这个备战，在这次奥运会的赛场上，我觉得我已经把我自己基本上90%以上的能力都呈现在场上。从前面半决赛到决赛之前的一些比较顺利，然后到了决赛，然后我们是输掉一局的情况下，然后第二局开局也是落后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也是把
自身的这个能量给释放出来，也是拼到了第三局，最后还是在关键的时候处理的没有对方好，然后他们也是打得比我们更加的激进一些，所以我觉得遗憾是有，但是我觉得我也是几乎拼尽全力。你之前也遇到过一些问题，你觉得到今天为止，在这个决赛赛场上，你们俩他们怎么样？然后你觉得搭档小弟弟的对手，因为你们互相很了解，他们在这场决赛上面他们怎么样，发挥到了什么样的成绩？我觉得这肯定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了，就是大家都已经发挥到了极致，不管从技战术上、心理的博弈上、身体状态的对抗上，都已经发挥到极致，不断的在我们第一局赢了第一局，他们赢了第二局，然后大家都在互相想找出这个胜赢球的规律嘛。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比赛其实大家都心情打挺好的，就是最后一两分，其实这个东西说不准，可能我们最后就关键分时处理更好一些，或者运气更好一点，就应该运气更好。现在其实四位队伍对于我的帮助就是帮助我的特别多，然后在场上他其实很多时候可能说我会有些退缩啊，然后他也是很多鼓励我，然后也是教我很多一些在场上如何去更好的去运用一些自己的一些特点，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俩也是算一个互补吧，在性格上面，然后也是互相也是包容对方，然后也是让对方不要着急，或者是让我说把自己的一些信心提起来啊，这样，对，所以还是特别谢谢。我觉得就是我们俩其实就像他说的，性格挺互补，从一开始一七年会的时候，2017、2018、2019其实都是非常顺利的一个阶段，然后到了2020年，然后再到今年，其实我们慢慢的起起伏伏会变得更多，然后但是我们也其实并没有相互怀疑，然后还是非常幸运，然后我们携手共同参加奥运会，其实也是抱着非常大的决心去参加，然后虽然说我们最后拿到了金牌，但是我们还是很感激就是互相陪伴了这么多年，然后我觉得这也不是我们的终点，我们还会继续共同携手前行。